透过 HTC Zoe 让你的回忆更生动。 HTC Zoe 会自动拍摄连续的相片和一段三秒钟的影片，捕捉美好时刻成为动态相片。进入相机，点选这里，开启 Zoe。 准备好后点选快门，相机便会连拍三秒钟，这样就行了，动态相片即刻完成。仔细看看，控制列上有个白色小点，这是您点选快门按钮时拍摄的画面。左侧的画面是早在您点选快门按钮之前就拍下的，很棒吧？您还可以分享每张相片，只要滑动到所要的画面，然后点选分享。接着，我们透过 HTC Share 来分享动态相片和其他相片，选择要加入的相片，加入标题和说明，再按分享。亲朋好友只要进入连结，就看到精彩画面了。有了 HTC Zoe， 相片集内的相片变得更生动有趣。